四个医生大战隐士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知道隐士一般攻击完一个求生者之后，如果他们有分摊伤害的话，那这几个医生真的就起飞了。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，看一下这局的战况如何。来了，开局出生在了中场，应该往小推走，看一下他这边往哪走啊。哦，开局直接连电击。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隐士的视野，连了三台，不选择多连。然后这边连了，这是一个小门的医生，还有一个小木屋的医生，连了一个小推。这边来大推抓人。哦，这个隐士啊是故意的连了小推那边的机子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小推小木屋大门那是一条线，然后呢来大推这边抓人。他这是有想法有构思的一个打法，但是开局被砸了一个板子，稍微有点难受。这什么？这怎么还隐藏红光呢？这个隐士有点东西。哎，这为什么不用墙直接砸呀？刚他这个用墙直接砸，耶，这个医生刚刚，哦，他吐上了红色的印记，一个子弹是红色的，所以说刚刚给分摊伤害了，直接开了一击炸过来。挺丝滑呀，这个隐士，这个击倒速度应该来说是比较快的呀。这个医生都没来得及打针，感觉这一局我们要看出来一个隐士的真正玩法和实力了呀。看这个谁来救人，身上有一个蓝色印记，这边要不要变成红色的一个权杖去吐一下小子弹，看要不要垫一下，定在那里吗？他是选择这个卡绊，他选择定卡绊，让他卡这个血线救下来了，想象挺好。他想的是直接卡绊不让这个医生救下来，想晕住他，但是这个医生没上当，直接救。二挂医生场上的机子差很多，修了三台了，选择继续连其他的电机，把这个快修完的电机给分散，看一下，啊，分散了。分散到这个新的没有修的电机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隐士有点东西，兄弟们，真的真的。再来卡他的血线，过来就是定住，二连定，哇！喂，这是定了几秒钟，兄弟们，你们刚看明白了吗？这一波操作是用了一个小的土，然后下面还是在隐藏红光，小的土，然后。一个这个天上的眼睛，然后好像还自动吸了一下，又定了一下，连续定了三下嘛，我刚没仔细看完这个操作。过来一刀，现在身上没有印记，应该技能还没有交特质，应该直接闪现。说什么我看看，闪现还没交，到现在没交，但是人已经废了一个了。直接一个大的位移距离拉过来，没定住，但是这边医生打针打得比较快，先吐了一个红色的印记，然后切换成磁极，切换成蓝色的，然后这边可能还要再吐一下，然后直接过去，下一发直接一个大眼睛就把这个医生给 BBQ 带走了。看这个医生，我可以看一下他会变身吗？没有，这边可能要直接闪。哇，这局真的太精彩了，我看着都激动，兄弟们，特别是刚刚那一波的一个手椅子的操作真的是有点帅啊。这边再连，把这些机子快修完了，你们看他连的是这三台，下面这三个角，把这个没有人修的这台机子连过来。所以说这把隐士真的玩的特别的这个什么逻辑性比较强啊。两台机，你看虽然说场上的机子剩的并不是很多，但是队友需要跑过去才能修，一个人过来救人，一个人过去修机，这机子估计不够。这边医生身上是蓝色的印记，然后这边是红色的印记，直接吐过去要垫一下，一刀过去，然后之后再变成这个眼睛，直接再赌一波，变身成眼睛直接飞过去，对，大飞没定住，这边下个板子过半，还要放个蓝色的一个印记过来，手椅子过来就是晕住，你医生过来就是晕住，我看你怎么造，对，招怎么着？再定！哇哇！他可以在天上长时间的进行一个
一个吸晕的过程。这波手椅子咱们看明白了吗？它只要变成一个眼睛之后，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持续的把它给眩晕住吗？还有这种操作，我以前不知道。四个医生，刚一个，他在一个身上有印的时候，震慑是不倒地的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因为他的震慑是可以平摊伤害的。但是这个妻子依然不够，这把感觉要被刺杀去了。这波手椅子就是先把你身上有一个印记，然后呢，我再在椅子旁边捅一个相反刺激的印记，再然后呢变成眼睛持续吸你身上的印记，让你眩晕，持续眩晕。这样的一个打法，卡你血线或者是卡满，让他直接飞天，吐得很准哦。这个隐身你看熟练度挺高的啊，直接一刀过去，还有下一个闪现好啊，切传送了。哎呀，哇，你看他每次定位都挺准的，我觉得这个隐身应该是国服土皇。这都是咱们的真人玩家哈。哎，这一下被挡住了，不然的话可以把那个医生给稍微晕一下。那这边挂上去之后，这个医生的门还开不了，因为现在这个两个大门有在连接，传过来，直接变成大眼睛，直接去堵他。看到了，看到脚印了，应该变成大眼睛，直接飞过去。我撒，再吐，再用小眼睛吐他。这把的这个隐士的逻辑性玩的挺强的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细节。这医生应该救不下来，有一刀斩了没有？他带的什么天赋啊？大家可以学习。直接倒，带的是这个底牌张狂加三两层拘禁狂，一层恐慌，不带一刀，就是这么自信啊，太强了。